莫兰蒂前脚刚走，马勒卡又要逼近台湾，你们这两个台风是讲好的吗？游客好不容易盼到太阳露脸，冲到海边踏浪戏水。这么养眼的画面，为什么下午就没了？岸巡人员又开始拉封锁线了，拉了又拆，拆了又拉，都怪台风来势汹汹，为了安全还是不可大意呀。因为到了下午，风云变色，海边卷起4公尺大浪，看不到浪会不会很失望？有看到浪，安全最重要。突发中心，台风天乖乖待在家吧。报道。